立刻马上给房东打电话。你觉得五秒之内机会接的是谁？五秒之内呀、啊，于根莹。你先打一个。我手机呢？如果他接了，那这个就成功了。但如果他没接，我还可以换一个吗？如果他五秒之外接了，就是吧。那我就是给自己找麻烦。为什么要选一个人？我觉得他在工作耶。现在现几号？5月18号，飞机上。这个飞机上就不能算吧？吴宇恒也在飞机上。现在张新特应该算了，还是打一个人吧。一二三四，哎哦，你在干嘛？喂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车上呢。非常棒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啊？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？我是啊。嗯，你知道吗？你在五秒内就接了我的电话，我好感动。那不应该吗？对，非常棒。电话不是五秒内接的。是的，爱你哦。干啥啦？没有，我在采访，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挑战。他说五秒内谁能接我电话，我真的一个想不出来。我说我第一个想不出来，我说于根莹吧，应该只有你能五秒内接我电话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接你们的电话都是因为采访。我也是啊，我最近接到你们的电话也都是啊。别故意的，真的是。真的是整我。采访什么？我在Moment，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说 Moment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于根莹啊。Moment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海，一定要爱我哦。他是于根莹，大家要爱他哟。好好好好了好了，好晚点联系你，拜拜。你看失策吧，我就知道你们第三秒他都可以接我电话。哎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对我来讲没有。那你要不要再插一招？为什么我赢了？ Come on。 No。 不行，大妹